好，谢谢。来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等一下再问了。所以今天是我们第四天在台北，在台中，然后今天下午就要下去嘉义了。就是还没有猜到，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去哪里。很特别。所以我们现在到了这个其中一个雷藏寺，叫做什么，读给我听。宝月同修会。哦，宝月同修会，不是雷藏寺，不好意思。宝月同修会是由圣尊元圣活佛卢生燕所创的。我们在这个地方，因为之前啊，上面有葬礼。你们看过那个师尊来的那个相片吗？还没，在 Facebook 看到而已。哦，有，师尊有来开光加持。嗯。啊，师尊很赞叹这个佛像。对，一来我就觉得很壮观了。那个瑶池金膜哈、哦，是上面瑶池很年轻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，那个是一个师姐，嗯，她自己啊画，自己画，她自己画，给她用就 3D， 然后再刻出来的。哇，好厉害、啊！因为这个是全世界只有这一尊，哦，独一无二的。然后那文殊师利菩萨跟普贤菩萨也是自己画，然后他这个应该有参考那个相片的、哦、然后那个师尊也是他自己做的。哇，好不好，因为他们在中国，他们很没有，几乎没有看过，没有师尊那个法像，嗯，但是凭他一张给人家画的像，然后下去画这样子、哦、然后也一直传过来给上师看，然后就这样子、哦、设计出来才做出来的。画师就很瘦，哎，就是年轻的时候，嗯，这个是年轻的时候，然后那个四大天王也是有一个姻缘，嗯嗯，好久了，这边，这边多久了？一年了，他那个四大天王是十多年，我们认识一个卖那个贴金宝。都是那做父母都去给他买那个金箔嘛。嗯。后来我们看到他这有四尊，他那时候还没有贴金哦、嗯，就放在柜子上面。然后后来我们那个这个堂买下来的时候，嗯，很奇怪，那个我这个念头说我要去买这个四尊四大天王，然后上次我没有跟他讲哦，是上次就跟我说你要买四大天王就去买。啊，这个是因缘成熟，后来就打电话过去跟那个老板讲说，你那四大天王要不要卖？他说好啊，他说卖给我们，然后就把他送到天津去这样子。本来他师父舍不得卖，因为他是放看艺术品的。那我们跟他讲说，我们不是要买来卖的，我们是要来供奉的。啊，你放在那边也是闲着，那、啊、你不好好把它供奉，你就放在那里有灰尘啊什么。后来他们就答应，就卖给啊。后来，那个我们这边用好，开光安坐好，那时候搬进了，他们就来看，他们就安心了，说把它贴的美美的，然后供奉起来。是、哦。也是有这个缘分、啊，四大天王。那是全部都贴金的。嗯。这个全部贴金箔。啊，这个是第一次师尊来。嗯、我们是2010成立的宝月同修会、嗯、然后师尊有来开光加持，可是那一年的10月7号他就赐这个墨法给我们、嗯、然后这个就是2018年3月我们跟师兄共餐的时候，我们跟师兄讲说那个瑶池金母的佛尘
就是长长的。嗯。然后师傅就试这个木雕给我，小月同学问。哦，这个是你之前的瑶池镜。对，是在楼上，在二楼面。哦，在二楼。他本来是我们2014年的时候是，你看哦，你看这一条线是平行的，他这一条佛尘是本来到这里腰际而已，有没有？嗯。然后2018年的时候，我们要把它贴全部贴金佛像贴金，后来上次发觉说佛尘比例不一样，超过脚弯了。对，然后现在它超过脚这里，现在还更长，它到这里。哇，好神秘。同门是说还继续在长长啊，我是没有注意看，就是这样子。你看哦，他手拿的还是在这里，都没有变哦，但是它就是长了，长它十几公分。哦。我跟师尊报告啊，师尊就是这个梦。他那时候我当下我跪下来问师尊说，为什么宝月同学的佛那个瑶池金母佛尘会长长？师尊就跟我讲，就是灵感呐、啊。嗯。灵感呐、啊，因为你看师尊的头，他说你看我的头发色发色力都会长长，就是一样的意思。这个就是那一尊瑶池镜母佛尘长成的。嗯。那我请示师尊说可以帮他换那个帽子啊衣服，师尊说可以，但是镜母只是说那个佛尘就不要换。哦，然后这个小小小小的叉叉，就是以前啊、旧地方搬来的。没有，全部都是旧的地方搬过来。哦。这里全部都是。只是方向不那个反那个方向不一样，就是摆的不一样。嗯，然后这小小的是什么？就是人家小尊的、哦，人家供养的吗？不是不是，小尊是那个人家结缘的。哦，人家结缘的。哎，然后就把它也是有师尊都开光加持过，然后再把它放进去。那师尊来是每一层楼都每一层楼看，然后每一层楼加持，开光加持。然后师尊讲说，宝月同学会的佛萨那个法力都很大，是，就是师尊自己亲自画的，亲自画，是的，哎，是哦，啊，亲自写画，嗯，也是什么，也是金母嘛，哎，供奉瑶池金母勒利，哦，龙宇在田刚。那这一句是什么意思？其实这个财福啦，财福，财的福，财。哦，你看他写很多财，有那有一个财有没有？旁边都有两个。哦，有两个财，在那个雨在田那个不是雷，是雨在田。雨在田。水就是财嘛。哦，然后那个也是另外一个。这个是复制的。复制的。哎，这个是他，他是一个道场，然后我们跟他赞助，他送给我们的，哦，字画。然后这个就不是瑶池金母，对，应该不是。啊，叫做金刚闪闪。就贴金呢、啊？是。就是。但是宝月同修会以前是很辛苦在经营，但是后来就是瑶池金母那个佛尘长长以后，才、哦、我们才慢慢这样子起的、哦，不然是没有这个法财来在这个买这个道场。对对对。嗯，以前是租的，现在这个是买的。哦。So， 这是普巴密宗店。他专门是卖这个佛教密宗的啊、这些东西。啊？哦，龙塔，这个龙头就是那个风马，那个什么 ，wind horse， 就是它其实是帮我们转运的，然后最主要把我们的气脉给调好。你要吗？你闻一下它多少？美，很美。
现在我们回台北。台北那边剩两三天那边。可以去台北那边的话，台北分店在树林。礼拜礼拜一到台北休息，礼拜天可以出去。哦，我们台北这边，礼拜天，礼拜天。台北这边对不对？礼拜天我们可以到那个台北。我台北的礼拜天的台北的话，就里面可以走。各位旅客好，就在空中村快速站号6166本送列车和进站内，上一趟一共是一列车乘车的，他们是一到一空的，但是这。台湾的高铁叫做 HSR High Speed Railway。